北京时间10月30日消息，法国羽毛球公开赛，日本女双组合松山奈未志田千阳止步四强。不过，志田千阳吃好如是的走红，她只有24岁，身高1米62，笑起来很萌很可爱，并且还有小虎牙。志田千阳个人表现也很出色，能够进四强也算可圈可点，就连中国球迷都盛赞志田千阳，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志田千阳出生于1997年4月29日，身高1米62。早在2014年，他就代表日本青年队拿到羽毛球亚青赛的混合团体季军。2016年，志田千阳搭档福岛由纪拿到越南赛的冠军，这是志田千阳夺得的首个国际赛冠军。2017年5月，志田千阳改为与松山奈未合作。2018年10月，两人再夺冠军，这是志田千阳拿到的首个超级300赛女双冠军。2019年，志田千阳松山奈未出战美国羽毛球公开赛，在女双决赛以20-21、16、21-16击败了韩国组合白河那正经银，赢得女双冠军。正在进行的法国羽毛球公开赛，松山奈未志田千阳表现出色，打进女双四强。遗憾的是，在半决赛中，日本组合输给了韩国组合金昭映孔熙荣，比分是0-2，两局比分是17-21、19-21。后者继2019年西班牙大师赛之后，再次击败日本组合，晋级法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。现在，志田千阳的颜值引起了球迷的注意。她身高1米62，不算高，但她的笑容迷人，很治愈。志田千阳笑起来，小虎牙也很可爱。中国球迷直言，志田千阳给人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，就像是初恋一样。事实上，在日本羽坛，高颜值的运动员不少，除了志田千阳，大决彩也深受中国球迷喜爱。中国球迷更是称大哭彩为老婆。大哭彩自己曾表示，喜欢运动型的男生。